have slightly better evaluation than last year, but it's still behind other countries, also still behind China regarding the policy evaluation in Chinese Taipei. So, and this brings altogether to a very poor rating. But if the new plan in Chinese Taipei will lead to reductions in emissions, I think Chinese Taipei has the chance to go up next year. Okay, thank you. So, will be helpful for next year's? Maybe, yeah. If they're going down, then there will be a better, better ranking. Of course, and even if the good developments regarding energy efficiency, where Chinese Taipei made good progress in the last years, will continue, this will also then lead to a lower emissions and then leads to a better ranking in the index. 其实，这几年我们都比中国差。我们大家其实也知道，其实在中国在发展再生能源，蛮积极的啦。所以它的风力、太阳能的 发展非常的迅速，其实也是因为中国的大量生产，所以最近五年太阳能的价格降了80%。好，我想这一点是不能否认。所以我想的国际上，也了解它虽然是排放量很大，那看起来是有蛮多的努力啦。那我们台湾比较起来呢，我们最近几年呢。二氧化碳排放还在慢慢持续的增加，那我们看不到有太具体的措施。今年会比较好一点，是因为我们的温室气体减量跟管理法通过，可是这个通过到底对未来是不是有真的作用，不是很清楚。那我们也有提出我们的 INDC， 也有一些批评，所以。是有一些进步，但是进步还是蛮有限的，所以我们只有进步两名这样。它在 policy 里面只有占 10%， 所以它的主要的部分是你的现况，你过去的变化的趋势。好，那你有没有这个法所占的比重不大，那是不是看这个法将来到底有没有成果这样。所以明年理论上明年可能会好一点点，再好一点。我不是那么的确定，因为我们的法温检法其实，没有什么牙齿，嘿，所以有这个法是表示说你这个国家还蛮关注这个议题，那将来就是要看实质的工作到底有没有效果这样。是大家都很关心 German Watch 的排名。事实上呢 ，German Watch 的排名呢，并不代表每一个国家呢气候变迁政策以及成果。主要的理由是，它有17个不同的选项，那这17个分别有不同的权重。我们知道，我们一到会场，世界各国只要跟我们双边都说，今年我们的进展极大。我们通过了温管法，我们也提出了 INDC， 同时我们也跟伙伴做了联盟。但是这一些却不能算在今年的排名里面。那我们一直在寻求如何能够有一个非常公正，而且可以展现我们努力以及邻国努力方向，我们一起努力的成果的指标。事实上目前都没有在国际的组织里面 IEA 它有这个密集度排名，OECD 有各种不同的排名，就是没有一个国际组织具公信力的可以很清楚的把一个国家它的减碳政策气候政策的成功成败做排名。理由是什么呢？各国因应这个气候变迁是有不同共同的责任，有不同但共同的责任代表它的产业形态不一样，它的能源结构不一样。假设你要求一个从国外进口能源90%几的国家，它必须跟一个自产能源是100%的国家做比对的时候，如何能够提醒我们哪里需要加强？当然，我们很希望再过两年，因为我们今年所有的成果会反映在两年之后，我们的 CCPI 能够提升。但是，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发展出一个可以检视我们自己该怎么做、具有成本效益以及公约原则的永续发展的指标。